炖点菜油，咱们弄点小吃。打一个鸡蛋，这是我们家的红薯淀粉。当天空变灰色，他依然在守着，努力不求结果，只为给你温热。当火太熟了，他的心很痛。这个是糯米粉，然后这个鸡蛋和那个啊，我们家的红薯淀粉，这个是米糠，炸出了。米这已经好了，夹出来可以吃了。当火车开走了，的心很忐忑，天空又变灰色，他从没放弃过，他说过的春花开了，你就回来了，说好的当初，几个嘛，要二个嘛，继续下的承诺，终究是值得。为了幸福都放弃了，你还在追求什么？幸福的人也不是很多，学会珍惜，不要再错过，一起走过春夏秋末，简单的快乐，那份简单的温热。很多，你要学会好好的把握，为了幸福都放弃了自我，你还在追求什么？幸福的人也不是很多，学会珍惜，不要再错过，一起走过春夏秋末，简单的快乐，那份简单的温热。他依然在守着，努力不求结果，只为给你温热，只为给你。全部弄好了，现在把它捞出来。今天都吃了好多啊，好不好吃？这样啊，好吃吗？脆脆的。好烫，这个就拿当零食吃。糯米做的比较糯，我放了糖了啊，比较甜的。只为给你温热，当火车开走了，他的心很忐忑，天空又变灰色，他从没放弃过。这锅好吃，没有吃过，比外面那个炸的啊好吃多了。要拿点酒来下就好。